凶手是在段家的街道上作的案，使用的武器是战场火系花机关，也被称之为虎林箭筒。可同时射出百发飞箭。以属下了解，花机关乃神机营的特殊武器，其制作和火药的配置均属机密。能够使用花机关准确杀人的，必定与神机营有关。以此推算，我们锁定了一名疑凶。大人。 此人叫何尚斌，家里祖辈做军需工匠，八年前他进入神机营做了火器技师。大人，根据调查，此人与段家有恩怨。有何恩怨？三年前执行改造为桑国策的时候，段家趁机以低价连并了何尚斌家的祖田，致使何尚斌的父亲郁郁而终。 而何尚斌回来之后，便扬言要报复，可谓是作案动机确凿。为了报仇，竟然杀了那么多人。是啊，此人歹毒啊！吃恶不赦，先抓吧。是。 抓到个女的，是何尚斌的妹妹。快走，走，快走！你哥哥现在何处？我哪知道？你最后见他是什么时候？昨晚。他说什么了吗？ 他说他被冤枉了，让我去请监察御史袁可立大人，帮他写请愿去。袁可立，王推刚可知此？不过他已经不是监察御史了。袁可立可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人。 他办案子从不守规矩，六亲不认，上至内部六阁，下至江湖市井，没有他不敢插手的案子，没有他不敢抓的人，就连皇上犯错，他也敢直言进谏，所以被革职了吗？此人现身在何处？那就不清楚了，他本来就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搞不好啊，他已经来扬州了。
袁大人。我确定是神机营的化机关，看来这次有些人不得不见了。大人也有不敢见之人？知府封条的地方也敢擅闯？官差大人，我们是误入此地，这便离开。韩冲，走。站住！看你二人贼眉鼠眼，私带凶器，定跟凶犯有关。拿下！四象阵，阵是好阵，可惜你们漏洞太多。你靠后了三寸，你下盘马步太松。韩冲，什么人如此大胆，竟敢殴打官差？拿下！韩冲。你二人胆敢擅闯凶案现场，还殴打官差，是不想活了吗？大人之前可曾在马殿方的骑兵营做过将官？什么意思？大人双腿习惯内口，脊背有些弯曲，是常年骑战马所致。大人的佩刀刀口朝上，习练的是长枪骑兵的反手拔刀术，再加上大人手中的北方烟袋，马殿方的屯兵种植烟叶，所以旗下军官都爱抽。胡言乱语，自以为是！来啊，动刑！住手！大人，李青啊，咱们这一别可是三年了，你的事儿呢我都听说了。袁可立辜负了大人对我的厚望。看你平安就好啊，怎么突然来扬州了？花机关杀人的案件震惊了朝野，据传闻是何尚兵所为。在此之前我跟何尚兵曾经有过交集，所以福利了。此案事关江南大局，按理法应当由知府衙门亲自督办，岂能让外人参与？更何况元兄现在已经不再是朝廷中人了。规矩我懂，衙门抓人不应该由外人来插手，但是林大人可能不知道，何尚兵这个人非常危险，此人精研火药配置，可以自己独立制作神机营内各种火器，我担心他会狗急跳墙，殃及无辜。难道你有抓他的办法？几年前何尚兵还在神机营的时候，以镇压渔民闹事为由滥杀无辜，我曾经对他进行过调查，但是受到了神机营的阻拦。不过我对他的性情和习惯有了很深的了解。李青啊，我有一事不解啊。您说。你既然曾经抓过何尚兵，何尚兵为什么让他妹妹找你来办案呢？他妹妹找我？如果让你来查案，你
怎么查呀？回大人，你们明查，我暗查。大人，哎，只要能尽快抓和尚兵归案，咱们就不拘泥于规矩。大人深明大义。大人，您这是一言难尽呐。为什么知府大人会让一个外人参与办案？以袁可立此人的性格，他想做的事谁都拦不住，只能说明知府大人对他太了解了。哦，知府大人和这个袁可立很熟吗？这个袁可立呀，可是顾大人的学生，还差点做了顾大人的女婿。后来不知什么原因，他把婚给退了。为了这事啊，顾大人差点跟他断绝关系。袁可立来了，连玉元姑娘都来府衙了。哟，王老板，慢走。哎呀，哎，张老板来了。小二，哎，之前段家发生的大事儿，你知道吗？这扬州城中有我不知道的事儿吗？说来听听。哎呀，这段家大老爷80大寿，邀请的都是咱这扬州城中有头有脸的人啊。这群大老爷们儿吃喝玩乐看戏的时候，唰，远处空中一片火焰，细细一看，那是一支支带着火的利箭呐、啊，全部射入这段家的大院，大院里边100人口被那火焰团团包围，那叫一个惨呐、啊！不到半个时辰，咱扬州第一神捕八步虎林东赶到了现场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不到一个晚上，这案子给破了。哎哎哎哎哎哎、来，林大爷，他来喝酒。八步虎林东，请问这位官人可是袁可立袁大人？正是在下，请问姑娘是？大人，我哥哥昨夜很早就回来了，根本不可能跑到段家去作案，分明是有人栽赃嫁祸。我哥哥昨日离开之前，叮嘱我一定要请到袁大人为他洗清冤屈。原来你是何尚兵的妹妹。是。这和尚兵为何要单请袁大人替他伸冤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之前也没有听我哥哥提起过袁大人。不过今日一见，袁大人定是好人。可你哥哥不是什么好人，之前他在渔村用花机关滥杀无辜，如果不是我受到神机营的阻拦，早就将你哥哥绳之以法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合着你是我哥哥的仇人？你是其妹，自然会袒护的。你哥哥的案子有明显的犯罪证据和杀人动机，你最重要的一点，整个扬州城里没有第二个人会配置花机关的火药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这叫什么分析？那花机关的火药我就会配。合着你和那帮狗官一样狂妄自大？放肆！我哥哥怎么会让我来找你？我呸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醋鱼是你最爱吃的菜吧？没想到老师还记得。李青啊，顾大人当然记得。老师，那我再敬您一杯。
你早已不是朝廷的官员，为什么还要去查朝廷的案子？玉安，我只想查明真相。如果你还能听我一句劝的话，就请你立刻离开扬州吧，不要再去查那些跟你没有关系的案子，也不要再来打扰我和我爹的生活。玉安，我知道你会埋怨我，但是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的性格你了解。扬州的案子我必须得查。我确定这个花机关一定是出自何尚兵之手，错不了。冯大人，请问这花机关是从何处寻得呀？就在案发现场。案发现场。杨可立。王大人，你不去找何尚兵的线索，跑来看花机关干什么？我发现呢，这个花机关正是此案最重要的线索。不到半个时辰，咱扬州第一神捕八部户林东赶到了现场。王大人，这林东为什么有个绰号叫八部户啊？哦，我也听说过，为什么叫这名字我就不清楚了。江湖上总喜欢送个外号，其实哪有那么多讲究嘛。明明可以将花机关用马车拉走，可为什么偏偏要丢弃在案发现场附近呢？污迹斑斑，碎屑满地，这肯定不是当兵的作风。这也不是何尚兵的作风。整个扬州城里没有第二个人会配置花机关的火药。你这叫什么分析？那花机关的火药我就会配。走，我们再去何尚兵家，我想再见见他妹妹。大人昨日不是拒绝过他吗？哼，我只想看看他的反应。此地不宜久留。如娘，昨夜绑架你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是不是你们家的仇人？我们在扬州城并无仇家。那传闻你们家跟段家有恩怨，这事儿是真是假？只是早年间在买卖价格上有些矛盾，不过后来都谈妥了。我父亲是因为死于肺痨，
我们和段家的矛盾那都是传言。昨夜跟那几个人交手，他们用的是北方步兵营的功夫。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是军人？如果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话，那这案子就不这么简单了。如娘，如果你想帮助你哥哥的话，就把你知道所有事情的真相一五一十的都告诉我。其实哥哥这几年一直在做黑市生意，就是帮别人做一些火器。你的意思是说何尚兵私自贩卖火器？嗯。那买这些火器的是什么人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最近好像有人花钱请哥哥定做了一个花机关。那卖给谁你知不知道？听哥哥说好像是有商会背景。商会背景？我经过对案发现场痕迹的调查，发现嫌疑人用推车把花机关推到了案发现场，而行凶之后他却把花机关丢到了案发现场附近，这分明是故意留下痕迹。据学生调查，段家以还清何家祖上的银两，并无作案动机，是幕后另有黑手，他绑架了何尚兵的妹妹，欲引出何尚兵杀人灭口，而且他还让何尚兵做了一个花机关。据我判断，这个幕后黑手是蓄谋已久。说，为什么自作主张？属下是想通过那个荣娘找到何尚兵。知道为什么杀这么多人吗？就是为了天衣无缝，不露痕迹。唉，可惜都被你们这帮蠢货给毁了。属下该死。知道我这只眼睛是怎么没的吗？就是因为当年做错了事。做错了事情不是不能原谅，而是看你配不配被原谅。记住，下次做事一定要动动脑子。任可立这只苍蝇既然来了，那就给它处理干净。是大人。既然那何尚兵无罪，可他为何还要潜逃？你也知道，何尚兵是军人出身，他明白幕后的人想加害他，必须找一个充分的证据，让他百口莫辩。所以，他想找一个局外人，也就是我，为他调查此案的真相。你是想说，我们知府衙门办事不力吗？袁可立并无此意，我只是想调查真相。难道我们知府衙门就查不出真相吗？人命关天，我倒是觉得啊，让李青去查一查也无妨。老师深明大义，但是此案涉及甚广，不宜节外生枝，只能给你五天时间。好，五天之内，在下一定破获此案。不过，听说林大人一直在调查此案，可不可以林大人协助我们一起调查？好，五日之内，我定当全力配合元兄。不过，五日之后，元兄若是还未能查出真相，抓到真凶，那就请你离开扬州。一言为定。五日之内，如果我没有查出真相，从此再也不如踏入扬州半步。冯大人，为什么有些死者的身份背景并没有在花名册中出现呀？袁大人，
这几个人是江南商会的主要持股商，他们的名字在商籍库里。冯大人，事关重大，您能不能把他调阅出来，让我查阅一下？这商籍库非朝廷要员，不得查阅。林大人，您能不能帮忙协调一下？这个规矩是户部定的，在下爱莫能助。客官，上菜了。哎，伙计，哎，跟你打听个事儿。您说，这个林东，他为什么被称为八部虎啊？您说的可是神捕林东？对。据说早些年呢，他花了大价钱，找了江南最好的匠人，在胸口纹了八只猛虎。这不还好，不就这么来了吗？多问您一句，哎，那这林东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？那可是条好汉呐，武艺高强，嫉恶如仇。您就慢用啊，您慢用。嫉恶如仇。我查了所有在场死者的身份背景，均无关联。只有这四个人，来，你们看，他们四个人属于同一家商会，而且他们是这家商会里边重要的持股人。如娘，如果你哥哥跟这个案件无关的话，那么这杀人动机就跟这四个人的死有关。大人的意思是，我们要去查这四个人。你们对江南商会有多少了解？不清楚。那你们想想，如果这四个人不在了，谁将是最大的受益者？看来我们需要去一趟江南商会。这门怎么没？我们先去江南商会。Thank you.
三哥要是再晚点来，我和袁大人就要死在这儿了。刚才那是什么人呀？他们要杀人灭口，这摆明是要隐瞒真相，一定是商会之人所为。商会？哎，如娘，你刚才用的火器是什么呀？我从来都没见过。那个呀，那叫五雷神机，是我哥哥留给我的。不过我哥哥说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。五雷神机？五雷神机。五雷神机。原来您就是江南商会管事的账房先生啊。是是。那您是？哦，我们是来查段家火钱案的。先生，您刚才为何藏在柜子里啊？哎呀，我是来清理账目的，可突然呢，闯进来几个持刀歹人，我以为是打劫呢。那咱们商会其他的人呢？段老板家发生惨案，商会几大管事呢，惨遭不测，剩下的也陆续失踪。哎呀，我呢？是为了下个月推举大掌柜所需的账目，不然我也不会来。您说什么大掌柜的推举？晚几天我们江南商会五大股东要推举一个大掌柜来掌管商会的财政，看来也不用推举了。五个大老板走了四个，那这第五个老板他是何人呢？这个大老板从来不来商会，都是别人替他打理，好像此人在朝中做官。哦，具体是什么人我不清楚。您的意思是说这个人有朝廷背景？对，而且还大肆敛财。这个人的身份至关重要，必须得查。三位有何贵干啊？奉知府大人命，我们前来调阅本地商会的商户资料，还请管事大人协助我们查询。既然是知府大人下令，想必一定有知府大人的腰牌。腰牌带了吗？否则，请回吧。能通融一下吗？莫非你们未得知府大人的准许？准许吧，只是来得匆忙，忘记带了。我们这就给您取去。等一等。老师，不正式大人找我有要事相商，有事情等我回来再说。事关重大，段家案的真凶已经有线索了。哦，有何线索？这嫌疑人就是商会的第五持股人，他有朝廷背景，而且在商会里还有着另外的一个隐藏身份。这次他杀光其余四个持股人，我猜想是为了日后的大掌柜的推选。如果他当选了大掌柜，就会一手拿下江南商会。您想想，他的作案动机明确呀。那你说的这个人他是何人呢？真实身份还不能确定。老师，只要您打开商会的户籍库，便会一目了然。什么？你要查商会户籍库？只要您下令打开商会的户籍库，能够确定嫌疑人的身份。商会户籍库乃户部机密，我怎么可以随便让你翻阅？这事儿啊，我帮不了你。起轿。老师，此人身居高官，行动隐蔽，为了操控江南最大的经济命脉而大肆屠杀江南商户，他背后一定有着他的阴谋和目的啊！一旦得逞，祸国殃民呐、啊！
凡事要讲究证据，连是谁都不知道他谈何阴谋目的。要案的事情回头再议。再斟酌一下，此举是否欠妥？自从我被贬职以来，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情：做人做事，不能太拘于常规和过于死板。五天时间快过去了，为了不让真凶逍遥法外，只能出此下策。哎呀，管他什么上策下策，能破了案都是上策。先走吧，快些归还便是。这上了锁的箱子装的可是商会要件，只有专员才能打开。等不及了，现在不能打开吗？这钥匙在刘宇身上，我也没办法。哎呀，这好办，直接把锁撬开不就得了？哎，不能撬，不能撬，撬坏了，我们有责任啊！等明天再打也不迟啊。我容你办案，已经百般胡闹，偷取官牌，擅闯户籍时，你到底有何企图啊？老师，学生只想查明真相，现在嫌疑凶犯的名字就在这个箱子里。如果此人真是真凶，你将功补过；如果不是，你数罪并罚，绝不骗他。好，姑娘，打开箱子，拿出卷宗。嫌疑凶犯的名字，还有所居官职，大声地读出来。真的要念吗？念。此商户姓袁，名可立，任监察御史，官居四品。此卷宗已尘封多年，未曾动过。箱子也是你们自己打开，没有人会造假。那个幕后商人就是大人您？袁可立，原来你不是来查案的，你是来自首的。你现在涉及重罪，罪行也是你自己亲自招的。来人，把袁可立带走。老师，拿下。大人，thank you.
永远都觉得自己是对的，你从来不听别人的劝阻，所以你才会有今天。当官就是为了稳固朝政，造福百姓。如果是错的话，我又怎么能听？你还活在自己的虚妄中。官场有官场的规则，规矩我懂。如果这些规矩违背了我做人的原则，我是不会把这些规矩放在耳朵里的。大人，我进来已经几天了？三天了。三天。这五天的时限已到。杨可立，你曾身居高官，行事隐蔽，为控制江南经济命脉而大肆屠杀商户，一旦得逞，必将祸国殃民。你谁呀？你囤积财富，掌握暗中势力，急需庞大黑色支出。近年你密切操纵商会，又有谋反之心，实属大明朝的心腹大患，疏忽一时会追悔莫及。现在本知府下令斩立决。这天底下还有王法吗？哎，这不是我说的话。盲推官，这就是你自己总结的呀？总结得很好啊，你根本没给自己留活路。您瞧，都到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跟我开玩笑？行了，案子已经结了，真相知府大人都知道了。真相？你什么意思啊？等你出去，玉元会亲口告诉你的。玉元？玉元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五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，如果耽误了查案的话，会让真凶逍遥法外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那么喜欢查案、找真凶，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个商铺是你的祖业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，你这个孝子是怎么当的？是我多年不顾及家业。这个商铺你爹将它记在你的名下，可是你常年不过问家事，只知道在外办公。你爹去世的时候都没能见你最后一面，只好将这个商铺托付于我，你都不知道吧？因为是你的祖业，恰逢你被革职，我便想给你留一份安稳的后路，才叫人精心打理，成了今天的五大商会之一。不想要安稳的生活，我只是一只闲云野鹤。闲云野鹤，你是怎么说出口的？你知道你这么多年连累了多少人吗？你连累了你爹重病无人看护，连累你的朋友在朝廷上被人排挤，你连累我爹差点丢官，只好与你断绝来往。你连累我，一等就是三年。你连累你自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这么多年你一点都没变。你知道为什么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因为你只知道追求你自己的个人理想，那些不计后果的正义感，你从不顾及他人的处境和感受。你知道你这么多年的一意孤行给别人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吗？袁大人，袁大人，我哥哥有消息了，约我们今天晚上见面，说是今夜子时在城南河边告知全部真相。和尚兵在那儿，让他逃了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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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哥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们放开我哥哥！哥哥，哥哥！袁大人怎么办？你快想想办法，救救我哥哥！这个事情我根本不知情，不过我想，应该是我的老师所为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的老师是个明智之人，如果你的哥哥无罪的话，他肯定会还他清白的。我们现在就去找我的老师，走。袁大人请留步，知府有令，由于案件繁重，今日谁也不见，直到明日堂审。我就负责此案的调查，我找知府大人是有要事相商。知府大人特旨，尤其是你。哟，袁大人还在扬州呢？您曾经是堂堂的监察御史大人，如今输了还赖着不走吗？放心，我会离开扬州的。大人，袁可立今天晚上去找何尚兵了，但顾宗平提前把何尚兵给抓了。结果出来了，段家火箭杀人案现已结案，凶犯何尚兵证据确凿，秋后问斩。什么？大人，怎么办呀？大人，请留步，我要见知府大人。知府大人有要事在身，请回吧。老师，您之前教我维护公道，明辨是非，可为什么这次您草率定案，不辨是非？何尚兵杀人偿命，何尝不是公道啊？可是这个案子疑点重重，为什么您不继续彻查真相？它并不像表面上体现的那么简单，您到底在袒护些什么？你查案了，查了这么久，查出什么了吗？现在案子已经结了，你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受到牵连。在下是想，可是这案件涉及重大呀！你已经被贬为庶民了，朝廷的事就别再操心了。老师，你要三思啊！答应过五天之内离开，今天是第六天了。既然这个案子我已经碰了，就一定会追查到。希望老师还记得您以前教给我的那些深明大义。哎，张老道，喝酒。来，张老道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我想见何尚兵，就一面。这个可不合规矩啊。这规矩我懂。我说你就别难为我了。您瞧您说的，我怎么会难为您呢？快点进去吧，人就在里面呢。谢谢。咱可说好了，就半个时辰。哥，哥哥，我冤枉，我冤枉，哥，我冤枉啊！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快来人啊！哥哥，糟了，我们中圈套了，快走，要不你就说不清了。快走。
今天为什么结婚？你今天怎么又哭了呀？你这是……哎呀，林大人，他哪能上不了这么改变了？是的，太不赖了。这是我兄弟的地方，绝对安全。这次我们协助衙门查案，可是衙门里却有人对我们暗中监视，传递虚假线索，还设置圈套。大人的意思是说，这衙门里面有内奸？一定是那个林栋，就是他来抓我哥哥，每次都是他跟我们作对。在案情真相没有查清之前，任何人都逃不了干系。只有查明了真相，才能够盖棺定论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知道自己这次闯了多大的祸吗？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你们三个，定你们劫狱，放走和尚兵。现在连我爹也保不了你了。这明摆着是有人要陷害我们。这太荒唐了！我哥哥明明是被这帮狗官害死的，竟然定罪我哥哥潜逃。依我看呢，是有人借助你哥哥制作的花机关，想再先事端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三天之内必然有大事发生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想着别人？你知道自己现在什么处境吗？那你告诉我，我现在什么处境？这个案子你还打算怎么查？你人头都要不保了。你听我一句，离开吧。船我已经帮你们准备好了，还有两个时辰，时间和地址写在这上面。你离开扬州，就别再回来了。玉远，你到底都知道些什么？你这次没得选择了，你官都丢了，还想丢掉性命吗？我记得第一次去段家凶案现场的时候，那里面有一扇门，在门上有一个箭孔。但是当我第二次去的时候，那个门不见了。去段家。这射在箭筒里的箭和花机关所射出来的箭的方向并不相同。就是这个死者，卷宗上显示他叫童阳，他才是凶手真正想要杀死的人。他是什么人呀？卷宗上只显示他是童掌柜茶铺的老板。伙计，老板，有什么需要吗？我想问一下，童阳老板在吗？童阳老板，嗯，怎么了？哈，我是他的朋友，我们之间有个生意上的往来，这次路过扬州，特意过来拜访拜访。最近你和他有生意上的来往？有啊。他都死了十几年了。啊？什么？他死了十几年了？哎呀，走吧走吧，我还能骗你们？掩人耳目而已，死的那个人不是童阳，资料是捏造的，不过这个死人的身份是揭露真相的关键。不是，死人怎么查？死人好查。啊？
这个人就是童阳，就是他。此人胸部被箭贯穿。三，不用说，他就是八部虎林东。那现在府里的林东是谁？府里的人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的身高长相和真林东相差甚远，而衙门里的人没有人不知道。大人的意思是说，他们都在给我们做戏？是，整个衙门都在掩盖真相。快走。今日必须抓到袁可立，哪怕他躲进了地缝。你女儿今天是江南商会的最后一个商会的会主，穆先生，我不相信您的不知情，真是不知情啊！还请您跟穆先生解释一下，商会的事情我会处理，袁可立我也会尽早抓捕归案，但是你们不要为难我的女儿。袁可立知道的太多了，就别活着了。对了，林东找到的那个锦盒，你什么时候给穆先生？锦盒我会帮穆先生好好保管。锦盒是穆先生的心头大患，你一直不肯交出来，是想威胁穆先生吗？我顾宗平没有威胁过任何人，但是我也得自保啊。你不听穆先生的话是什么后果，你自己知道。锦盒交出来是什么后果，我也是知道的。您说说吧。说什么呀？你本不该出现在这案子里，现在案子已经结了，你赶紧走吧。只要有我在，这案子就结不了。好，您不说，那我来说。我就给您讲讲这案子的真实情况。真正的林东秉公办案，为人正直，他经过几年的明察暗访，在扬州搜集了很多关于穆先生的犯罪证据，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您的，所以他就成了您的心腹大患。为了除掉林东，你们不惜在段家寿宴上杀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。你们以为计划可以天衣无缝，可惜你们百密一疏，你们派去杀林东的弓箭手站错了位置，一个从别的方向射过来的箭暴露了你们的罪行。在这之后，穆先生怕你拿到罪证，威胁到他，所以就派杀手假扮林东，而明目张胆地参与办案，逼您交出箭。随后你们怕制造花机关的和尚兵说出真相，便杀人灭口。老师，我没有想到您会跟他们同流合污，为什么呀？您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再过
官场上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。可是您以前不是这么教诲我的。那我今天就教你量力而行。你袁可立年少得志，平步青云，只因为你一意孤行，才沦落到这般田地。助纣为虐真的有好下场吗？官场上没有善恶之分，谁活得更久，谁才是赢家。听我的，只要你离开扬州，不再过问此事，我就撤销你的通缉，否则你的命谁也保不住。都给我滚走！怎么样？老生，老师，您慢点。老师，那个穆先生他是什么人呢？他是安插在江南制造局的特务总领，暗中一直操控了江南的各个势力，不配合他，都会被他不留痕迹的杀光。我不这么做，下场也是一样。真没想到，这个江南还真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。老师，穆先生一直找的锦盒，您放在哪儿了？被我藏在了知府衙门。凭这个，足以让这帮特务伏法。那您为什么不把锦盒交给刑部呢？即便是上交，全家的性命也是难保啊。您先坚持一下，我这就给您找郎中去。来不及了，这是毒箭，毒以攻心。什么？到了今天，这条老命还是保不住啊！你一定把锦盒交给刑部，也算了了我一份罪孽。哎呀，老师，哎，其实啊，我很羡慕你，有勇气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得罪了皇上，还能净身出局，闯荡江湖。可是我没得选择吧？还记得当年你得罪了翰林大学士？记得。弄得他颜面尽失，老师都没说你。其实啊，老师当年很支持你。这次。也是一样啊，老师。老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抓到真凶的，让他血债血偿。他们要找的锦盒，我藏在知府衙门的额边下了，一定要交给刑部。老师，老师。
老师，学生自幼厌恶以武力解决问题，做任何事情都严守律法。但是如今在我大明，就算铁证如山，对真凶也束手无策。事到如今，我必须让真凶血债血偿，以护天理。你就是穆先生吧？正是，我在此恭候多时了，袁大人。我想，玉元就在你的手上。让他安全很简单，锦盒必须先给我。如果把锦盒给了你，不光是玉元，连我都会没命了。我是一个守信用的人。没看出来。你可以赌一下。好，你先放人，之后我把锦盒给你。锦盒必须给我，你没得选择。先放人，那就没得谈了。等等，好，明天我们在知府衙门交换，我把锦盒给你送去。你放心，锦盒我不会看一眼，但是如果玉颜受到了一丝的伤害，我就跟你玉石俱焚。大人，麻烦您将这些东西送到京城的刑部。袁可立，你放心，穆先生是个讲信用的人。我人已经来了。你想要的东西就在这箱子里，赶快把玉元给放。等等，穆先生，你要的东西在不在箱子里？你得过来看一下。如果不在的话，那你的麻烦可就大了。如果东西不在，你们两个就死定了。如果在的话，您就把我和玉元都给放了。袁大人，胆子果然够大呀！如果没有您陪着，我和玉元怎么能活着走出这个屋呢？让你的人退后，赶快把玉元放了。来啊，让那个丫头过来。走。玉元，你怎么样？
你怎么样？没事。袁大哥，你说，如果当初你没有悔婚的话，那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？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我怕现在与你不说。 以后便再也没有机会与你说了。你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，是我没有勇气跟随你。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而我只是一个……袁大人，你再不出来，我就刺他的胳膊，然后再刺他的心窝。三，二。 一，去救他！这次就该刺他的心脏了。等等，大人，我来了，你把他放了。杀了我这么多人。 用它把你的眼睛挖出来！快点！快！不要，大人！等等，他只不过是个外人，与我们并无干系。哼，是吗？ 你用刀扎进他心脏，我便用刀划破你的喉咙。好，那我们就试一下。等等，这就简单了。拿刀砍下你的右手。 你这么多年的一意孤行，给别人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吗？在官场上，很多事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。可是你以前不是这么教诲我的。因为你只知道追求你自己的个人理想，那些不计后果的正义感，你从不顾及他人的处境和感受。官场上没有善恶之分，谁活得更久，谁才是赢家。助纣为虐真的有好下场。 刑部发来公函，要求我去京城协助调查一个案子。从我认识你开始，你就总是这么行去匆匆的。你放心，案子一结束我就回来找你。随缘吧。你是大漠天上飞的雄鹰。
而我只是江南的一只小孤雁。或许我们本就不在一个世界。你放心吧，我会继续帮你打理你的祖业。如果有一天你累了，回来找我。那你保重。